透过创意的双眼，摄影机的镜头，拍照的时候两个眼睛看对方，两个眼睛看自己，有了主观，也有客观。艺术家的歌谣与画作，思索着台湾百年来追寻自我容貌的美丽与哀愁，细细描绘着台湾的模样，让我们一起探索新美台湾。